用的是市里的扁珠水晶防水晶的，你们可以用别的。像这样，第一步首先加十个白色的珠子，然后用右线，你这样子把这个珠子放在中间，左手边拿的就是左线，右手边拿的就是右线，然后用右线回穿两颗珠子，平常都是回穿一个，这次要回穿两个，回穿两个，然后它也会还是会形成一个孔，然后把左线套入这个孔里，拉紧，然后这里我就会形成一个结，看见没有？然后把这个结拉到这个珠子里面，这样就做好固定住。然后用右线加上一粉一白一粉，这个粉色你可以换别的颜色。然后打扣，打扣就是回穿最后一个，这个时候就不用回穿两个，就回穿一个就行，回穿最后一个珠子。然后把左线套入这个孔里，拉紧，看一下，就会形成一个五珠圈，一二三四五。然后用左线过这两颗白色，过这两颗白色。一二，拉紧，看一下变成这样子，还是做五出现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加一个粉色，一个白色，一个白色，一个粉色，一个白色，一个彩色，就是粉色，然后又是打扣，这样，看一下，又形成一个五出现。这一圈都是由五珠圈组成的，看一下，所以接下来的步骤都是一样的，再做一个左过二，左线过二，右线加二。看一下，又是一个五珠圈，五珠圈，五珠圈，然后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重复一个步骤，再做一个左扣二，又加一白一粉，做好了一个五珠圈了，所以我数一下，现在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五珠圈，这层一共有五个五珠圈，最后一步左线要过三个，就过两个白色，一个粉色，收一下呢。这个时候右线只要再加一个白色就行了。也是有五个五珠圈组成的，左线不动，右线加四个粉色，打扣，
形成一个五，看一下五周圈，然后接下来左过一，过一个白色，看看这样子，右线加三个粉色，还是打扣，就形成五。都是由五入圈组成的，所以接下来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做法都是和第二步是一样的，左过一，右加三粉，看一下，能够五入圈，所以再重复这个步骤做一个两个，看一下，我又做好了两个，所以现在数一下一个两个，三个四个，四个是入圈，最后一步左线要过两个，因为要收尾相连，每到最后一步都是要收尾相连的。所以左线要过这个白色，再过这个粉色，很好，最后形成一个三，还要五个珠嘛，所以右线就要加两个。十个珠子，所以这一层要叫做十个数珠圈。第一步，左线不动，右线加三，打扣，形成一个十珠圈，看一下。然后第二步，左线过一。线条啊，都是一样，左过一右加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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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做一下，再做七个。看一下，我已经做好九个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最后一个的时候要首尾相连，所以左线要过两个，过一个，再过第一个珠圈的一个，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然后再加一个就好了。下一层，第一步这样子，左过一，看左过一，右线加一粉一白一粉三个，这一层是由五个五珠圈组成的。先加一白一粉，还打扣形成五，
样子，看一下两个五就全了。接下来用相同的方法，左括号右加一百一分，左括号右加一百一分，做两个。做好了两个五足圈，现在这里有四个，最后一步首尾相连，所以左线过三个。过一个，两个，再过上面这个就是三个。先加一个白打扣，形成一个五足圈，拉紧，看一下，这就做好了，变成这样子。这上面是一个五足圈，在这里对一下。OK， 做好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随便用一个线，左线、右线都可以。就这样子过一下这五颗珠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绕过这个珠子，这样子，五个，对，五个，六个，过六个，啊，对，啊，变成这样子，珠子线就在这两个珠子旁边，这样 ，OK， 然后打个扣，然后加一个红色。随便哪个加都可以，然后打个扣，我这就在它的中间，看一下，要拉紧了。OK， 然后它就在它的中间，看一下，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要结束啦。左线右线这样，比如说。过下面这个珠子，这边也过下面这个珠子，然后当它们接触到一起，相遇的时候，看一下，打个时间。接下来就要做它的花边了。如果你的线剩的长的话，就继续用这个线做。在哪里呢？你看一下，它有这里有个五足圈是吗？五足圈和四足圈下面有个交界处，就是这一排，就是五足圈和四足圈的交界处这一圈。随便穿一个，这个。我说这个，看一下这个珠子，在这个五足圈、这个四足圈，它们是共用的一个珠子，就是在五足圈和四足圈共用的一个珠子里面穿过去，然后这个也是五足圈和四足圈共用的珠子，这些都是。就这一排，看一下，这层是六五六五。第一步，左线不动，右线加一个粉色，两三个白色，一个粉色，形成一个六足圈。接下来就是五足圈，
我是六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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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然后左过一，左线过一个，垃圾，就这样子。右线就像两个白色，一个粉色，形成一个五柱圈，是六五六五六五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六柱圈一下五柱圈，六柱圈一下五柱圈，就会形成一个波浪纹。圈一下，有一个五柱圈了，好了吗？然后接下来继续左线继续过一，过这个一。做六柱圈了，然后右线就加三个白，一个彩，一个粉色，又形成一个六柱圈。看一下，然后接下来继续走过一，这已经六柱圈了，现在叫五柱圈了，所以就这又加两白一粉。加一个两白一粉，然后六个柱圈就要加三白一粉，就是做法都是一样的。我继续走过一，六柱圈一下就变成五柱圈，六柱圈一下就变成五柱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加了三白一粉以后就加两白一粉，再然后再加三白一粉就加两白一粉，这样子重复这个步骤。继续走过一。三百一分，两百一分，三百一分，两百一分，就重复这个步骤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懂的话，就可以过掉这一段，不然就一步一步的来。继续。Thank you.
啥个事情。这个时间就好了，还是跟刚才一样，把多余的鱼线随便过几个竹子。取个线不用太长，这样子看见没有，现在这里，然后这边也过，又先过这里看一下，两个平行一下，然后线把它夹在这三个竹子中间，这样子卡住，卡在中间，卡在这三个竹子中间，能看见吗？那就变成这样子，随便两个三个竹子都可以，然后就夹住。看一下，两个线同时夹五个，先夹五个粉色，然后加两个白，加一个白色，然后加一个钥匙圈，再加一个白色，又加五个粉色，这样子。看一下，然后你卡在这三个竹子上，然后把它拉紧，拉下来以后，然后就在它对称的这一边，也是把它卡在那三个竹子里面，这样子。进去，这边也是对称的，然后拉紧，也是把它卡进去，卡，看一下拉紧了，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打个死结。随便过几个竹子，这样剪掉，这个就做好了。